个毒啊，不能这个不能走，嗯，好痛啊，痛得不没有办法走。我说居然我还根本没听见腿不然也没有人打我，我一毒也痛，我如果毒也不痛了，我说我还接接，哎，都下午我毒就不痛了，下午毒也不痛了，没有人打，我的女儿不聚会嘛，她不聚会，她多年没有聚会，她的妈妈你要不要去啊？我说我想去啊，她的住在上海市嘛，她说你想去，我就要接你。就是这个小儿子啊，到他们家去打球，他就安排他去打球，把我带到他家，女儿就把我带到教会，带到教会啊，哎，走到了。我想想啊，难得你这个都没有那样，没有业绩，没有奖金，后边有个翻译啊，我就一直听着那个翻译讲话，啊，听了好久都听不清楚。这个一个外国弟兄啊，他就看着我是个在那，他就拿着一个耳机啊来给我听，那个耳机啊，好像就坐在你再拿了一个耳机，翻译的耳机，啊、嗯，我高兴了，我等我女儿讲，我说走吧，我们走吧，女儿讲不要走，我说我听不到，我听得懂。女儿讲她听得懂，那我就高兴了。讲中文你都听不懂。哎呦，我好喜乐啊！那个，感谢。